能抽多少？钱全部压在货上了。一千？没有。一百？真的没钱了。王老七，还有一个，来过来。能抽多少？200。你说的是300。好人呐，啊，看看，交了钱就没事了。过去。叫什么？何飞武。何飞武，接着。好。能抽多少？好汉，我是从贵阳到这儿来做教书先生的，身上并没有带钱，在云城也没有亲友。没钱？是。王老七。哎，来了。没钱？没钱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教书先生，你是教什么呢？教国文。国文？一个教国文的老师带着一个会武艺的手下，还牵着匹高头大马，你说你没钱？好汉，做袍哥也是要讲道义的，前路崎岖，没有马匹，我们二人如何行走？二位好汉不也是骑着马过来的吗？再说了，他要是武艺高强，他怎么会被你们擒获还给打成这样？行了，身上没钱话还那么多。王老七，打。住手！都别动！动什么？你们是让我今天杀个人给你们看看是吧？我就杀了他！好汉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大爷，啊，外边又来了一伙马队。一伙马队，今儿交了狗屎运了。兄弟，脸生了！哎，新来的！快快快快快！过路仓，快下！马入棚。二少爷，一路颠簸，尽快带二少爷房间休息。哎，兄弟们，一路上辛苦了啊！今天多点好酒好菜，好好吃一顿，算我的。是是是。请。请吧，请吧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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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袍哥海里，四方为上。大爷，是马帮。马帮？千树桃花是一家，不同祖宗也同花。小号困驼，借个票，大道朝天，各一边。轻点，轻点。说说，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倒觉得不重要啊。关键是你们，做好准备了吗？今天死在这儿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啊你？海子挺硬啊。递个门槛儿。云城卢家二少爷卢仁杰。卢二少爷，哎呀，这是，没钱了。二少爷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们呢是打劫的，我也不想臊你们的皮。嗯，你等着啊。哦。外面人听好了，
你们卢二少爷我可以放，但是你们别挡了我的财路。好说好说。二少爷，带上我们吧。这些个人家里边都有老有小的，不容易啊。端起来，端起来，都给我闭嘴！你把嘴闭上。谁？你。我。对，就你，过来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帮人，二少爷今天也得带走。郭大哥，里头还有一帮兄弟，我一块带出去啊。完了完了，二少爷又开始犯浑了。好家伙，准备动手。行，你要带走他们可以，你把他们的肉票钱出了。付不了，我们这是出钱的商队，他不是回来的，我们没钱，只有茶叶，你要吗？茶叶啊，这我是土匪，土匪，我要茶叶干什么？我别嚷嚷，别嚷嚷，我知道你是土匪，你喝过这么好的茶吗？你喝得起吗？没喝过吧？现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，第一条，把人给我放，第二条，给你包茶叶，然后把人再给我放，两条路，你自己挑。我们不要茶叶。对，那就放人。没门儿！我说你出不出去？不出去。不出去，我连你也给我绑了。你信不信？你今天能死在这儿？你出去！你放人。我不放人，你出去。我不走，你把人放了。你出不出去？你放不放人？不出去，我打死你！二少爷。保命要紧啊！对，小兄弟说的多好啊，保命要紧。好，对不住啊，各位，这事我不管了，我先活。来，请过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外面人听好了，带着你的人退出驿站百米之外，免得火枪走火，伤了和气。百米之外太远了，我们退到门口，你们开门放人。那我数十声，如二少爷站在前面，管好你们的枪，可别走火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九十，开始。啊！听好了，都别乱来啊！动手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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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说话算话，把金贵还有里头的人给我放了。放人可以，把钱拿出来。要钱没有，只有茶叶。茶叶一斤也不能给。为什么？二少爷，这批茶叶是我们马帮负责押运的，要是给了他们，我们马帮名声何在啊？给他们茶，不给茶。我不要茶叶，我不要钱。我们是土匪，出来打劫的，一个大洋没弄着，弄包茶叶回去，在江湖上传出去，我们颜面何在？我现在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这件事要是办不了的话，我的颜面何在啊？给了他们茶，我们马帮的颜面何在啊？必须给他们茶，不给不要茶，我们要面子。给他们茶，我要面子；不给茶，我也要面子。你咋这么笨呢？我现在马帮交了，咋这么犟？那马帮凭什么？我多少话？关你屁事！我们要茶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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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有钱，我这有钱，我这有钱，我们两个，刚才我站在那儿，都听清楚了。你们几位好汉都不是为了挣那几个小钱，都是为了一个面子，对吗？对。那好吧，这位兄弟由我来出钱赎他，好吗？焦书记，你这个骗子！刚才你不是说你没钱吗？刚才是实属无奈，我撒了一个谎。我跟大家再说清楚一下，我叫何飞武，我是从贵阳来的。到云城来上任的新任县长，县长啊？什么？对，县长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位兄弟啊，
你既然是土匪，你劫过官府，劫过县长吗？没有。好，今天让你劫一次县长，而且你拿了钱之后，可以从这里安全的全身而退。传出去，你在江湖上名声大振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听听听听，听听人家县长的话说的对不对啊？有点道理。那你有多少钱？啊。2块大洋，啊不，房钱没给，饭钱没给，马的草料钱，小二的打赏钱，我要拿掉1块，还剩1块大洋。1块大洋，不少了，太少了，我不干，不干，就钱还没用掉。我钱，我钱，大爷，保命要紧。对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保命要紧，要什么狗屁面子？那行，你把钱扔过来。好，接住啊！钱我收了，那你们让出条道来。让路。李警官，跟上。何县长，你往这边来。哎，都别乱来。我现在放人，但你们得先把钱放下。收枪，阮少爷，这事儿没完，你给我记着。你可别忘了，我等着你。撤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好。